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把双手借给陈立，该帮我鼓鼓掌。各位全国第一名的老师，我昨天在节目上跟你说什么？当台积电成为控盘的要角，各位你要特别的小心啊，这个盘就变变变变变。各位今天马上跌254点给你看，各位你看哦，我现在的录影时间是早上9:55，好、哦，各位你看这大盘有没有？有没有？盘中跌254点。各位你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吗？因为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因为我们很多的股票真的，我们来回去做价差，做多厉害，放空也很厉害。各位做股票、哦、你要懂得来龙去脉，不要傻傻的每天跟着一些鬼打架的老师，不要每次都跟到一些造假作弊欺骗吹牛的老师，各位那你会死得很惨。我昨天在电视上已经跟你讲过了，台湾的股市、哦、各位如果你在低点15000点你都没有在做，到了这个地方、哦、你就要找一个真的很厉害的老师，我自我推荐。各位你看这是昨天的节目对不对？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台股就要这样玩，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要特别跟你讲台股就要这样玩？各位怎么玩？各位台股到底要怎么玩？就这么玩呢、啊、你看我事先赚了135，我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为什么要放空事先？各位你看今天来到了今天继续跌给你看，继续跌给你看。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各位如果在台湾做股票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你来找陈立豪，我真的可以帮你。各位真的你不要不信邪，在台湾做股票你真的要懂得来龙去脉。你看我们的四星做多已经赚135，有没有？有没有？昨天放空是赚110哦，各位到了今天，各位昨天是赚110哦，到了今天，各位我再加75块好了，加75块好不好？你看我是放空呢，各位是放空哦，各位你看变多少？185，各位看变185，你看到了没有？哎，我全部验证给你看，我全部在验证给你看呢。各位在台湾做股票不难，难在你的心里面，你愿不愿意跟到一个全国第一的老师？各位再看，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们的微盈有没有？微盈是不是赚360？微盈是不是赚360？赚到之后出来先放空，放空各位到昨天是赚80块哦，你看到今天来，各位到今天有没有看到？再加125块好不好？再加125块，再加125块。各位我是放空呢，你看到没有？各位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像陈立豪这样有没有啊？加120就好了，刚好200好不好？有没有？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像陈立豪这样在做股票的吗？你有看到吗？如果说啊，各位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你稍微有一点智慧啊，稍微有一点点就好，你就会选择陈立豪，我是说真的。各位来6月20号昨天的节目，台股就要这样玩。各位我不是在做台股，我是在玩台股，我是在玩台股，知道吗？各位我不是跟你讲吗，你要懂得什么叫诚信。各位你如果在这市场上，在这社会上你不懂得诚信，你干脆就退出股市不要做了，验证是最大的诚信。我不是跟你讲股票都要做多做空，做多做空，做多做空都要吗？我不是跟你讲做多做空，做多做空我都打在车标上，验证是最大的诚信吗？那我每天都跟你讲一个观念，很特别的观念，要来回去做价差。昨天台积电有没有去 拉尾盘有没有？昨天台积电去拉尾盘有没有？我就已经跟你讲了，昨天最低打到971，结果拉尾盘981，我就说了这个盘哦，用到台积电，我说台积电这个操盘手，我说哎变这样有没有？各位他很厉害，厉害在哪里？厉害他们有钱啊，不是因为他有智慧，是有钱啊。
它可以让这个大盘有没有刚好趁这个市值有没有很多的投资散户有没有一直想要进来，低点没有买到嘛？看到股票每天涨，受不了的跳进来，我跟你讲，一吸了几条。当你全部跳进来的时候，各位，你如果都不会做股票，我劝你赶快退出股市。为什么？因为你会死。进入第三季，你一定死。我没有骗你，你不要以为台湾的股市这么好做。台湾的股市，各位，三大法人主力大户是牛鬼蛇神呐、啊，没有我来治他，各位，你一定死。我没有骗你，所以各位注意看，今天同样也是一样。各位，台积电到了尾盘，你再看看，也是一样，还是一样那个动作，还是那个动作。我跟你讲，真的，刚刚盘中有没有跌254点？你看台积电又在拉，你看台积电 又在做这个动作，有没有看到？你看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那个指数有没有？我现在录影时间在盘中哦，我在讲解给你听哦，一流的老师讲股票给你听哦，各位听懂吗？你看，那各位，我可以告诉各位，当台积电成为一个控盘要角的时候，很多的股票它就会压缩，就压缩它的一个整个灵活度，那它就会失去客观性。但失去客观性的时候，如果你都不会做股票，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你一定两边被打巴掌，你做多也赔，放空也赔。除非你跟到陈立好，所以各位，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台股就要这样玩，台股就要这样玩，这样玩它就对了。各位，谁可以玩台股？我可以玩台股，我在股市36年了。很多的投顾老师对我很不爽，为什么？因为几乎很多的会员都转到这边来了，所以他们非常不爽。但是各位，你如果有实力，人家也会去找你啊。你没有实力，人家怎么会去找你？对不对？我说实话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你看四星 KY， 我们赚了135块出来了，结果昨天又去放空四星。昨天是赚110，到今天如果你放到今天变185块，微盈我们也赚出来了，赚360块。我们是2600到2620买的，结果飙到2980，我不是跟你讲我出掉了吗？赚360出掉了吗？我昨天已经放空微盈了，昨天是赚80块，到了今天变赚200块。你看白纸黑字啊，我都白纸黑字打给你看。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我不会遮遮掩掩盖来盖去，涨的时候跟你讲，妈 没有涨都不讲，我不来这一套啊。台湾股市不缺诈骗集团，台湾股市不缺一些造假作弊欺骗说谎的老师啊，台湾股市里面需要一股清流，你听得懂吗？所以各位跟着立行安心吧，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其实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你如果没有电话来，我帮不到你。各位，在我一直讲的过程当中，你看台积电它一直拉，有没有？刚刚从960拉到974，所以变成跌101点。我就跟你讲，各位，那个控盘的人，我昨天讲说变得很厉害，其实我是真的很恭，真的对他很佩服了。但是我佩服的不是他的技巧，我佩服的是因为太有钱了，外资太有钱了，知道吗？像这种操作的方式，各位，我一眼就看破了，你知道？我都一眼能够看破他能够厉害到哪里去了，还是这样啊？你听得懂吗？还是这样啊？我一眼都看破了。所以各位，真的，你如果真的要跟着陈立豪，真的，各位马上来电。另外，你如果要这档股票，各位注意哦，手机号码中2号就好，马上来电，好不好？013479中2号就可以，马上来电013479。各位，我有一档股票下个礼拜开始要飙了，哈，开始要动了，你就跟着我做就好了，好吗？跟着我做就好。那各位投资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很多的股票我要先出？你看哦，我刚刚验证给你看的，我再给你看一下，你看，你看6月18号有没有？我是不是买微盈买2600到2620？有没有？我是买微盈。我不是跟你讲我赚了360吗？赚了360出掉去放空，有没有？去放空，昨天不是跟你讲，昨天是赚80，到了今天变赚200，有没有？有没有变赚200？有没有？因为它一直跌，跌到哪里？跌到你看喽、哦，今天跌到最低，跌到2815，你看2815有没有？跌到最低2815，你看有没有看到？白纸黑字。
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欸、我跟其他投顾老师造假作弊是完全不同、欸、你稍微有一点智慧你会选择陈立豪对不对哥你看来我昨天不是也在跟你讲四星有没有看我不是跟你讲放空吗有没有放空四星有没有放空那各位 你看你昨天去放空有没有哎、欸，我们赚130嘛对不对那结果各位又去放空有没有哎、欸，到今天你看看我没有骗你啊你看注意啊你看你看有没有我没有骗你啊你看昨天继续到今天继续跌跌到哪里跌到今天的最低有没有2690你看有没有所以各位当你真的有眼睛去看当你真正用心去体会一个老师的时候你会给他说哦，这个老师真的很棒真的有够棒真的我为什么要求公司给我在盘中现在给我上来跟你讲我在教你我在教你你真的可以学看看你看现在剩下跌82点来各位你看来台积电我一直讲他一直上啊你看我一直讲他一直上你看到没有我只是表演给你看各位你知道吗东升非凡还有那个民视中视如果那个节目让我上我告诉各位我可以帮全国的很多投资人但是并不是很多的投资人可以认识到陈立豪他们很可怜他们在股市里面真的赔得很惨鬼打架的你知道吗但是各位你看啊、哦，台积电有没有刚刚我在讲他又在玩这个游戏你看到没又在玩这个游戏如果台湾只有台积电这档股票台湾的股市就死掉了啦如果台湾只有台积电一档股票我可以告诉你台股就死掉了因为我跟你讲台湾不是只有台积电如果是一个人的武林、啊、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的武林各位你听我讲一句话到了第三季你要特别小心了第三季你要特别小心我昨天已经警告你了各位你喜欢做空吗你喜欢做放空吗如果你现在喜欢做放空的人各位把钱准备好迈入七月份跟我带你各位台湾股票做多你不见得会赚钱哦放空是一定赚大钱绝对赚大钱人性人性全国的观众我现在在广招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做放空的人我现在讲你不会相信啦就像我昨天跟你讲台积电在撑盘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今天马上盘中跌254点给你看那我不是在跟你讲吗台股就是台积电就是来回这样撑盘在玩啊玩弄于你股掌之间所以各位为什么我要来玩台股为什么我要来台股就要这样玩为什么我要来玩台股因为我很清楚三大王八蛋在想什么因为我很清楚三大王八蛋在搞什么名堂这是必杀棒哎，你们是被三大法人主力大户玩弄于股掌之间呢我们是在玩弄于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哎、欸，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而且我从头到尾都验证给你看呢，对，所以各位还要验证吗？还要验证吗？你看这一档，我们昨天不是也出掉了吗？有没有神盾？你看，我昨天不是也出掉了吗？你看，我不是跟你讲神盾，我们做了三次吗？第一次神盾赚了27块，有没有？我们不是273到278出掉赚了、欸、赚到钱之后赚到钱之后又打下来、欸、打下来之后我们不是又赚了20、欸、又赚了26块有没有又赚了26块因为那时候我不是240又买回来吗有没有结果后来、欸、买到之后对不对又赚钱了一个赚26块一个赚27块啊结果各位你看6月19号又买248到251结果昨天又出掉了又赚20块我为什么要出啊我为什么要出 271.5 各位你看当你看到今天又打回到258的时候各位你会帮我鼓鼓掌哦陈立豪好厉害各位哎、欸，我没有骗你哦你看他都在车标上你看有没有我不是跟你讲神盾的吗赚20块出场了吗有没有所以各位真的
你要特别注意。另外，我台光电昨天不是也出了吗？台光电赚20块，有没有？我昨天不是也出台光电了吗？啊，我为什么要出台光电？你看，给台光电今天打到448呢，448。哎，我台光电昨天出多少了？我昨天出到400，哎，在这，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你看，我昨天出到465嘞，我出掉我赚20块。你看，今天打回到448，你看。各位，你这样懂不懂什么叫一流的东西？没有比哦，东西如果没有比哦，你都不会知道什么叫一流的。当你比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些投顾老师跟陈立好怎么差了一大截？各位，何止一大截，是超级一大截，好不好？所以各位，来，我们迈入七月份，我现在就开始讲哦。今天6月21号，对不对？我们迈入七月份，我们一起来玩台股，好不好？玩台股。我们各位，我们把三大法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好不好？我们把那个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玩弄于股掌之间。各位，你放心啦、啊，他们绝对玩不过我的，真的，我很厉害的，我非常厉害 ，I am good, I am best of best。各位，不然上海复旦大学为什么要颁发聘书给陈立豪，请我当客座教授？哎，上海复旦大学呢？对不对？就等于说像台湾的台大一样啊，对不对？或许有过之而不及，对，人性，知道吗？心理学嘛。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迈入七月份，我把话撂在这边，我昨天就已经跟你讲了，台湾的股市如果你不会做。啪啪啪啪，你 get out， 出局了。如果你会做，你不但可以让你的家庭生活过得很好，让小孩子过得很好，让爸爸妈妈过得很好，又可以买车又买房，对不对？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各位，哎。53,000,000呢，可以炒出3亿美元的身价呢，对不对？绝对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呢。啊，300万要变3000万，各位才10倍，立马帮忙，马上来电，真的，听得懂吗？好不好？那另外各位啊，如果你想说，哎呦，不知道真的还假的，那没关系啊，那来拿这档股票，各位手机中2号，马上来电013479。各位013479，好不好？像车标上013479，我再提醒一遍，股市蟑螂不要来拿，股市蟑螂不要来拿。你如果没有兴趣买，不要来拿。如果你只是打好玩的，你也不要打，不需要你那通电话。我很有个性，不需要你那通电话，因为我的业务都在忙啊，没有时间理你啊。各位，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你真的想要赚钱，那真的。013478中2号，马上来电。各位，我一个礼拜只会送一次，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我不是每天在送股票，在每天在送干什么？而且各位，你也不见得会买，你也不敢买，你也不知道怎么买，所以我在车标上我就跟你讲了，台股就要这样玩，有没有？做多也可以赚，放空也可以赚。我已经到了今天赚200，昨天赚四星赚110，到了今天变185，赚钱放空的、哦。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好不好？注意哦，013479，中2号，马上来电。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资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其实要看懂台湾股市并不难，你要找一个真正懂得做股票的老师。我是实战经验的老师，我不是像一些象牙塔里面光用耍嘴皮子的，涨的时候说涨，跌的时候说跌，我不来这一套。其实我跟你讲，台湾股市啊，迈入第三季，7月、8月、9月，各位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相信？你看。我不会造假，不会作弊。各位注意看，我告诉我的会员，我一大早，早上一大早，今天两个字，早上一大早我分析了这么多，我已经告诉我的会员干嘛？准备第三季7到9月份，我已经来做规划了。7到9月我已经做规划了。各位，我早上7:42就告诉会员了，我已经在规划7到9月份。你不跟我，你要跟谁？在股市里面有一种老师是先知先觉，一种是后知后觉，另外一种是不知不觉，另外最 low 的那个叫做麻木不仁，你知道吗？啊，我们是谁？我们是第一，先知先觉，听到吗？各位，台湾股市哈，你要真的第一点没有做，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做。很多人都进来了，开户数增加了，很多人想在股市里面分一杯羹。各位，羹没有吃到还没有关系，你还可以喝汤啊，汤没有喝到也没有关系啊，你不要真的死在股市。所以我跟你讲，迈入了第三季7到9月份，跟我成立好，现在还在规划当中，你现在赶快跟着我好不好？跟全国第一名的老师，我不是在吹牛，我是讲真的。你看我的脸都不像欺骗造假作弊，我是真的。我们不是神呢，但是各位，我可以先了解，先可以很清楚的去读出来这些三大法人跟主力大户到底心里在搞什么东西。我们是有学过心理学，你知道吗？所以上海复旦大学为什么颁发聘书给陈立豪客座教授，对不对？所以在台湾股市不是给你随随便便的一些，像一些小白以为钱丢进去股市就会赚到钱，那个是你瞎猫碰到死耗子，有可能啊。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台湾做股票你要真的懂得来龙去脉，而且它非常的灵活，对不对？I call a shot， 我说了算，真的，听得懂吗？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013479，好不好？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各位讲，讲一讲心里面的话。虽然最后两分钟，各位，你进入股市的初衷是什么？废话，老师，我进入股市的初衷就是要赚大钱，真的吗？你真的进入股市你是要赚大钱的吗？还是你看人家赚大钱你不爽你也跟着进来做？各位，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你如果看到人家赚到钱不爽你进来做，
你又没有很好的观念啊，你死了一条，你稳死了啦，因为你的心态一直在比较。如果你的心态是正能量，我就是要赚大钱，我就是要进入股市赚大钱，那各位你在等什么？我刚刚不是讲吗，你稍微有一点智慧，你也知道要选择陈立豪，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啊。各位手机号码中两号马上来电 013479， 好不好？最后的时间30秒，我不想打扰你们，各位祝你们真的操作愉快，好不好？把钱准备好，跟着陈立豪，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